傅奈奈名医公公失联15天，检警证实早前逃出境。大家好，我是贵妇奈奈。贵妇奈奈和老公黄伯健开设的信力博全医美诊所经传恶性倒闭，除了夫妇两人间蒸发，连他的名医公公黄立雄也一起失联。检警查出三人都已经潜逃出境。黄立雄过去是台大名医，据传他和涉入阿扁洗钱案潜逃美国的黄芳彦交情不错。而他挂名诊所院长的信力博全医美诊所日前经传倒闭后，贵妇奈奈夫妇人间蒸发，黄立雄也失联，月初还因此被台大解聘。由于被害人也对黄立雄提告，检警追查发现他和贵妇奈奈夫妇早已离境。检方日前发出传票传唤三人到案说明，三人却都没签收，近日将签发拘票，若传拘不到将对三人发布通缉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